那个名字是谁取的？我，那是我本身。我刚开始以为是女生。你那时候想说，英雄的事件嘛，反正日本来的，哪来莫斯事情？那我们就拿个日本来的名字吧。哦。然后挑来，哎，这个好像不错，就选它。把这个小马来莫拿进去斗那个故事，其实斗得蛮顺畅的，就哦好，就你就叫这个名字吧。其实是眼神和善很多。这只哦。对，它比它姐姐眼神和善很多。它姐姐小时候眼神比较没有那么善良。他们俩是有蚊子吗？哦，没有，这个小朋友小时候就很喜欢这样。啊，我以为是有什么东西。他有一个，就是动的时候他就有这个动作，啊、就是想要跳起来这样。或是一个开心也会这样，生气也会，开心也会。看起来是开心。对，就是要从这个动作之后可以衍生两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要用其他的行为去判断他现在跳起来的时候。但现在天气正好啊，晒晒太阳又有风。对啊，他们今天蛮早回来的。他们今天在那当四点跑的。他们要工作。所以他24小时都跟妈妈在一起。今天时不时还喝奶，所以。还要喝奶啊？还会，他会到，他到几岁？到2岁，他还会喝。啊，他到2岁啊。因为有时候可能妈妈在外面抢水，他还会喝。因为那时候有没有奶就很不确定了、啊。哦。因为我们没有监测这么远的时间点，妈妈还没在腻。但他会想吸，就是口腔吸的概念。他就想吸。谢谢。